在这个世界上呢，没有人可以招架得住，只有我，所以不要想要抛弃我。好久不见，你还认得我吗？现在旧情人流行这么客套吗？不过你别想抢人哦，这段时间孙又祥是被我帮了。神太，不要生气了，我真的可以从头到尾跟你解释清楚，我真的没有做什么。啊，你不要生气了，那可能真的是因为那个胡杏云她真的太红了，然后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在跟她。我对不起啊，不要生气了，不要生气的，好不好？宝宝，看来妈妈的演技真的可以报金钟了。居然真的有人以为我生气了。孙太，你这样耍我，你觉得很好玩吗？还有更好玩的，拿着。哇，你看到这个没有？啪啦，穿上。孙太太，你真的很有事。你老公绯闻缠身，你还买一个跟他绯闻对象有关系的衣服，让你老公穿上，你哪根筋有问题啊？还是说肚子里面宝宝让你脑袋也捋不清楚啊？要是真的有什么问题哦，我还真希望可以赶快找到你我的接班人照顾你。你真的要我穿上？我跟你说，在这个世界上呢，没有人可以招架得住，只有我。所以不要想要抛弃我。天后的不伦情人，脚踏三条船，已与名媛旅行发展地下恋。哇，这什么啊？我觉得男女之间还是会有纯友谊啊，可是现在太多人喜欢看图书故事了。不过男人还是要懂得避嫌嘛。避嫌，如果一个人真心想害你，你想避都避不掉。你们说的是新闻里的那个人吗？妈妈说那是爸爸的初恋，他什么都知道。相信爸爸不是会乱来的人，赶快吃一吃，上班上课哦。